说你帮叔叔开门。憨头要给你水枪。他要给，他要给红包。憨头要给你水枪啊，在哪边？走后方。快点，红包。可以啊。水枪好漂亮哦！水枪好漂亮，要不要水枪？你要不要水枪？叫哥哥来，有水枪。好。摸个苹果，再下车，两个苹果摸一摸。你的大尾。摸摸苹果。哎，摸苹果摸一摸，看在摸而已，不是蓝头摸，没事，还是大尾啊。好啊，我包包都下来啊，你说。那我要包哎。
个红包蛋老弟弟来。新娘还真的在挑呢。一共第一个练到最后一个了。我也讲。老婆烦恼时要搏命演出，才一与妻不得有毫无所谓之行为。我化妆时要快乐等候中心照，不得有不耐等候之行为。大声一点啊！你有听清楚吗？太小声了，没有，你看他从头了，哎呀，多少，那我一定要站站呢。老婆上菜时要赞不绝口，多吃几碗，不可有偏食、挑饭之行为。睡觉时要檐下三风，寒冬暖被，不得有打呼抢被之行为。这边过生病时要亲自汤药，会有情况时不得有漠不关心之行为。老婆给钱时要含泪感激，吃简用，不得有奢侈浪费之行为。这就是我们的佩珍，今天不容易了。
一起长跑九年，终于盼到这一刻。这个位置每天这个朝思暮想的非常之久，终于等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刻。来，邀请我们现场的好朋友，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。
你来亲戚好朋友，你要来参加大会，阿黑真的实验，阿蛮叫欢迎。有永遇爱河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来叫起来，这个各位好朋友，上面温哥伟堂哥共姐，跟大家问一下的，还有带小烧是不是？所以其实明明已经准备好要上来致辞了，然后刚刚还在那边就是推脱这样。好，让我们的爸爸再一次机会啦，因为好几个变婚了，好几个那个不是嫁儿子，是娶媳妇，不是嫁嫁好像是娶媳妇哦，好几个娶媳妇哈，无经验安尼啦。好。希望你们互相体贴，互相鼓励，互相支持。